周深十月路透合集，深深模仿电话客服的那个声音，我就发现有一个人的声音，我和他声音模仿的特别像。如果那个就大家经常拨打那个公司的，就会很熟悉，因为他说话语气有点凶，就是普通的是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但是他有特色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.Please try it later. 深深模仿杨迪也太好笑了吧，那个尖叫声绝了。从中做出一个选择，只有你们六位成员的选择全部不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吃到今天的烧烤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毛老师会拿的，这两个应哎我看看，如果是迪哥他会拿哪个？如果我是迪哥，哼，果然跟我想的不一样。那么我觉得这个碳应该没有人拿吧，那我就拿碳。所以迪哥会拿碳，那我就拿火。不后悔哦。这两个应哎，你看，深深模仿春晚主持人也太像了吧。真的打开电视，然后就等那个音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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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，你看观众朋友们，哎，来来来，来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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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在那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来来来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，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，陪您过年，陪您过年啦！这好漂亮、啊。语言小天才深深模仿台湾腔。老师说他之前报了一个初级的街舞班，但我觉得这个初见成效了。那你展现一个跳舞给我们看。你不是说有技巧吗？一点点，可是我不会，点点我真的不会，我就跟老师讲说可以那种快速的可以骗人的，你不要给我那种八拍，因为我说我付了一些钱，他就说你就用一招就可以吓死人。一招？对，然后就这样。哦。你交了多少学费啊？1000多块。哎，1000多块学这个、哦。不是啊，你也做不到呀，你我是做不到，但我不会花1000块去学这个吧。周深模仿李玟姐姐。李玟？什么？什么？周深？李玟，月光女神。错。李玟，月光爱人。答对。啊滴答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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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滴答滴答滴滴答，十大车祸场面没少看啊，作为一个歌手最爱看车祸场面，能不能好好练练歌？我有。周深模仿林志玲声音。我了，我跟他们比的话，好像比他们还稍微，不是，跟你不能比，跟他比肯定。来，你没见他的，哎，我现在是倒数第二了啊，我终于倒数第二了，我挺喜欢这个。现在周深，我实话，我都不屑跟你一起坐的，这可不是猜歌的时候了。来，走，开始，开始。5、4、3、2，这个是有年代的照片，随便猜。是个这个女明星，是那肯定。那要不然呢？姚晨呢？错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林志玲。林志玲。小声点，不要说。林志玲。但跟现在是跟现在看的不太像。这不是弹钢琴的。咋不可能弹钢琴？林志玲啊。对啊。林志玲，我们很像，很像。我们后面都猜出来了，但不能提醒。我们猜出来了，都猜出来了，不能太近，得稍微远一点。对，那还是没看到。没，这是林志玲吗？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像？他主要照片不会说话，要不我们一下能猜出来是林志玲。开始，大家好，加油，萌萌站起来哟。你叫什么？朗朗哥刚刚还那么自信，又输一筹。那也比周深强。周深，我都不需要跟你坐在一起。不嘛，因为你我少了多少道菜。不就是一道吗？哎，两个人没猜对，你们仨得都对哦，好才能吃上。加油，谢谢。周深模仿粉丝接歌，就会喜欢让他们接，我就灯火里的，他们就在那边。
你们合唱大鱼，他们会在那啊啊啊啊啊脑洞大开，周深模仿潇潇月音效夸人太好笑了。吴孟舟，我想说夸他应该很简单，你就在他旁边玩消消乐就好，就是 Oh unbelievable perfect 他刚才听到表示 Handsome unbelievable perfect Wow you are so great 大概就会超开心，对，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舞台，很嗨，谢谢你们的开场，谢谢。深深模仿生米哭着唱歌太调皮了，唱大鱼，其实你让你沉睡的脸庞。然后那一下就彻底忍不住就哇就开始哭，然后我转过来看见在哭的身影，叛逆呗。这里是哪？这里是哪？有几个就是眼泪特别明显，然后在帮我唱歌。你拿到手。对，我的声音都是最美的。谢谢我的生米。